林子祥在红馆举行的一连五场演唱会这晚圆满结束，吸引了一班圈中好友彭玲、周慧敏和莫文蔚等等到场支持。阔别红馆舞台三年的 LAM 今次以音乐剧形式举行，还被太太叶倩文爆他场场都喊添啊。漏了一個泳池，漏了我就漏到我乾了不捨得的人啊，不捨得合作的人，人是很特別的，個個我剛才在個 show 都說了，我直接愛了每一個演員，即他們 太有職業感，即個個都病都嚟，都嚟練，尤其個個發曬燒都照嚟，好多個月添啊嚇。有。提到姐姐林德信，今次都有同阿 Lam 父子同台，阿 Lam 对姐姐嘅表现又满唔满意呢？突破我差不多一年前已經叫他去快啲彈好啲嘢，練好嗰啲歌噶啦。個個人都俾心機 ，Alex 都俾心機，我哋都好 proud， 我哋好好好開心佢做得咁好。另外，大家都好期待幾時輪到葉倩文重返紅館開演唱會啊！暫時我要瞓一個禮拜先，做咗呢個先啦，仲做緊啊嘛，開心啊呢個，係。